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注意啊。你怎么走路的你？对不起，要不然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也亏我走路太着急。哎，你一个人挺个大肚子，这么着急，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大哥，都怪我命苦，开了个店，生意不好，老公还跟一个有钱的女人跑了。可怜我这孩子，生下来就得没爸爸。那你咋办呀？店里还有几部手机，我准备卖了它换点钱。大哥，看样你是好人，要不我便宜点卖给你吧？也行，就当帮你了。大哥，我也不会让你吃亏，这部手机5000，你给我2000就行。那可不行，我给你3000，就这么定了。大哥，你可真是个好人。不对呀，这么宽的路都能撞上，这也太巧了吧。说是孕妇，为什么还会指甲油呢？还有这香水的味道，也太浓了吧。爸，你先看看手机能不能开机吧。哎，怎么开不了机呢？放时间长了没电了。阿姨，你为什么怀孕了还要涂指甲油和喷香水呢？你这小孩哪来这么多问题？我一孕妇还能骗你们不成？不买就算了，遇见你们算我倒霉。哎，爸，你见过跑着这么快的孕妇吗？人啊，可以有同情心，但是要保持理智的头脑，才不会落入别人的骗局。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是街道的。年底了，我们来做一下人口普查。好的，马上啊。你好，麻烦做一下登记。好嘞。您姓名电话是？不对呀，如果要人口普查，物业会有通知的。再说这两个人也没有带证件呀，而且眼神一直往家里看，明显有问题。好了，已经登记完了，那我们去下一家了。好嘞，好嘞。难道是我多想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一条信息没填，需要补充一下。行，稍等啊。你好，还有什么信息没填呀？哦，就是你爸的信息，还有工作单位。不对，说话明显紧张，而且这次也没拿工作本，不好，有危险。我爸是警察，他去拿快递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好，马上就到了哈。好嘞。啊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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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叮叮叮。喂。这一瞬间。向前走，或者继续等。这痛。爸，你在哪？我在外边办事啊。咋了？还哪呢？你跟谁一块出来的？咱俩一块出来的呀。那我在哪呢？我的妈呀！把你给丢了！哎，大哥。爸，你去哪了？我去卖旧手机去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手机让我丢了。手机让我丢了。那。假如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你跟谁呀？哟，谁跟你的游戏这么说的呀？我就问你跟谁呀？爸，跟不跟谁咱先不说，你和我妈不会离婚的。为啥呀？离了之后，谁给你做饭，谁给你洗衣服，谁来照顾分爷俩呀？我妈是有点缺点，爱烦、爱怒、爱唠叨，但这老婆还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你惯谁呀？再说了，你的